不只是我们呐 全龄式的哈，让我们很多的长辈哈也能够参与其中了哈。这个活动呢，对于青年人或是对于我们的长辈，其实是一个益智的活动，也能够哈培养哈团队的默契以及整个手脑并用的这样的一个统合能力啊。所以我想对于长辈延缓失智绝对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也非常欢迎不只是我们徐展元来担任我们的主播哈，那把这整场的活动来转播了哈。那同时呢哈，不只是基隆东，还有我们的这个韩国来的这个豹哥哈，也都来现场，随时跟大家有一个互动区。那甚至我们很多的科技界的这些产品哈，也会在这里跟大家来做介绍。那我们在地的企业哈，也来共襄盛举也给我们很多的支持。云林县虽然是一个高龄化的县市，但是我们非常重视青年的一个活动。那也给青年平台，给青年机会哦，那开创出更多青年喜爱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跟舞台哈。